再已经找要来，还要扫哦！啊，还要扫哦！啊，为什么要扫？我说哈，不是有那个小精灵可以帮你打扫？怎么没有雇用小精灵？对啊，他自己跟杰克好了没？还没。腰了哦，腰了腰了。我知道那个小精灵从金蛋跑出来的啦，然后都被青蛙吃掉了。你确定他们两个听得懂吗？应该不懂，因为公三会。昨天阿米狗的东西、啊，昨天的阿米白痴哦。你改车王都不行，是我？你怎么了？哎、欸，这样那个单人的商店是会显示的吗？会啊，都会显示啊。是我没开吗？是我剧情太前面吗？我看不到半家商店、欸，你是不是有？嗯，这我就不知道啊。然后我去理发厅，富兰克林剪头发了。富兰克林有头发吗？有、哦，白日哦。嗯。哦，你是在那个单人吗？对啊，富兰克林。我还在富兰克林啊。你怎么会去这边买东西啊？你要剪啊？我要到线上单人哦，线上单人，我以为是这个单人，不是那个单人，那克林不对吧？为什么说为什么是这个单人啊？啊，线上单人，谢谢。要被你笑死了！我的，我要跳布莱克林，不对啊，布莱克林。这也是单人啊，没错吧？是啊，是单人啊。不过是剧情单人，不是线上单人、啊那。那看来你很不想跟我们玩哦。没有。哎呦呀！我放什么？哎、欸，枪店进不去。然后杰克有点萌萌的，天然萌。不是、啊，你们说单人，我的直觉就是那个剧情单人啊。不是啊。他、啊、怎么会换单人买防弹衣？你这样觉得这样有用？搞不好有差哦。白痴哦，单人的货币值很好洗，不是吗？有股票啊。对啊，你怎么觉得可以用？搞不好啊。没有，你现在知道，你现在知道了，现在知道。哇，你玩了多久啊？GT 玩多久了、啊？从他刚开始出就玩了。等一下，我的资历还比你浅呢、欸。沙小，沙小，不是，你知道我刚刚在说点，我资历比你浅是真的，好不好？沙小了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刚刚走进去商店啊，我只是不小心撞了一个人，他死了、欸。哇哦！正常啊，你被撞也会这样吧？不是，我是轻碰一下他，碰一下他肩膀就倒了。你怎么会碰他肩膀？你怎么可以碰我肩膀？那等下生气了哦！你怎么可以碰我肩膀？哎呦！好，那我顺便去厂枪店剪头发。我想说，我想说要帮帕克林剪头发、啊。不是，我觉得最好笑的是，你刚刚提到布莱克林剪头发就哈哈。我在想，怎么是布兰克林？真的啊，合理啦，合理啦！我智力比你浅，傻笑。哦，害我都要开电风扇开冷气了。哇，你那么夸张啊！下得好酸啊、哦！好，好，好。啊，你好啊，妹。没好，没好，没好。
他竟没开麦哦。他笑吧。在跟这个聊天室讲话。哦。哦。嗯。好吃。吃啥？太阳饼。太阳饼。哦。嗯。吃到太阳了。哦。那你嘴巴应该很烫哦。嗯。热热的，热热的。你怎么不吃老婆饼啊？我怕把老婆吃到老婆了，知道吗？把老婆吃掉吗？啊，打完斗界开始打结界吧。你好忙啊！哎 ，DSD 你们跑进来了 ，DSD 进来干嘛？等一下，那个是想加入战局，就不想加到这个。DSD 啊 ，DSD 厉害了。啊，是哦，今天日食哦。对啊，中午。好，原来就是被你吃掉了。难怪这么好吃。原来日食被你吃掉了，太阳竟然被你吃了一口。哦，你总是戴那个帽子啊。戳他，都看，戳他，没有为了抽奖到处看啊。杰克哦，不在家了，他在读，喂，在读书。什么戴什么帽子？我要看一下，就那个兔耳帽啊。什么有兔耳帽？你为什么自己偷戴？你也可以戴啊。我没有啊。你约你要一下，我进不太去。我要好几次了，我一直要，他一直邀请，然后马上就跳掉了。他自己戴什么帽子？我看看。你现在还看到他甩头。他自己在卖萌。对啊。他自己可爱，他自己萌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卖萌，也没有比杰克萌，杰克比较萌。没有，那是直觉。偏懒的。哎你不要用富兰克的进来哎、欸。我会在妖娆杰克，你进得来吗？对呀、啊。要不进来，我们就重开吧，可以吗？好像没有。好吧，我重开。那进去变富兰克林就真的很厉害了，也是蛮猛的啦。哎、欸，好，那个富兰克林很帅吗？还蛮帅的啦。那个就是。我们不是有解那个钻石赌场抢劫？嗯，他的衣服有些还蛮好看的哎、欸，是他也会解锁一些东西、啊，对，会解锁衣服。哦，哇，竟然出生在这里！啊，我都邀请了。嗯嗯，杰克邀不进来，为什么？还是因为单人关系？你有到线上模式吗？哦，没有，不好意思。你杰克哦，你就说你不想跟我们玩哦？我没有。杰克，你怎么这么忙啊？想说单人战局就可以加到线上了。杰克好忙啊。哎、欸，没事。好嘞。啊！掉，没事，牙线掉了。我刚不看到林喵进来啊？林喵是你吗？杰克到线上了吗？坏了。邀请啊！
好友都可以不用邀请直接进差事哦，真的啊？再邀一次，叫你直接进来了啦，就直接加入游戏啊，就进来这边的，加入游戏。这边是显示已邀请，好评度 0.00%， 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大多负评什么哈基用力啊，用力啥？我在看他聊天室啊。哦，今天再用力啦，不是哈基用力，对不起。哈基用力。欸，你上次有是卡比索娃娃吗？我怎么没看过啊？这个是，这次出去玩哦、的奖品，哎、欸，哦，去士林夜市，然后去那边玩枪枪，哦哦，然后还有玩麻将，那把麻将对那个连线那个超难的，哦，冰果的那种，你说连两条那个吗？哎、欸，连一条，连一条，就是好像一堆麻将吧，里面抽十五张啊，十五张对，然后超扯哦，我玩都没有中哦，我旁另一位朋友是。玩三次嘛，啊中两次，好爽啊！哇，为什么我不能加战局啊？是怎样、啊？杰克怎么邀不进来啊？我们要不要先我们先到那个同个战局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 好，我们先出去，我们先出去。我在公开战局，然后单人、欸、你先来到我们这边吧。对，现在、啊、先在一起。雷剑品真棒。我以前也这样过，解决的方法是追子连，一直连。就这样而已，先试啊，先连过来，然后再试看一次吧。啊，我好像那时候是进入每日任务，然后再出来。对啊，看个每日任务啊，每天都有，比较你去跳伞啊、竞速啊，或是杀四五个人啊，这种。哦，然后进去出来就好了，就是开一个差事，然后进去出来这样。对。那我开一个，当时是这样的、嗯。哦呦，不要开始！好、哦，上一个组是吧？出去逛逛好，等他等杰克来。想等我啊？对啊，等你啊。安安，好想要买那台坦克哦。买。可是我没有钱。抢超商。超商致富法则，抢超商抢到百万也是蛮厉害的。哦，我刚好点音乐不行，点哈基可以。好，好，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心结啊？唔知呀。并没有，这不行哦。你都有团团了，我是小粉丝啦，是啦，他既已经有团团了，你这样不行。对啊，没有，是杰克的。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赛马的哈基不见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！啊，被移除了，真的假的？你被抹掉了。哇，坦克也太可爱了吧！天哪，太射人了哎、欸！真的换另外一个人了。哦，是说那个哈基哦？对啊。你是跑去反应啊？上面换另外一个女的、哦。女的哈基？你怎么变性？你怎么变性了？哪里过来？哪里过来？
欸，而且这个女的她脸好奇怪，为什么有点违和感？赖络腮胡那个女的有络腮胡，我的天！我花舞，这是我没有变性啊，不是我变性啊，不是我啦。然后我到好像正式连到线上，我东西什么都不能买，遇到 bug 了，不知道怎么解决。叫他回，是不是开外挂啊？外挂关掉就好啦。嗯，我没有。哦，开什么外挂？哦，好了，进差事了。好。怎么可以瞄？哎，怎么在里面？哎，我刚刚看到好像 S D S D 从小坦克里面走出来。好，哪里？我没看错吧？还是那别人？突然看到小坦克突然旁边跑出一个人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反什么杰克血盟、啊？你好喜欢叫我，怎么了？对啊，邀请了，不忙碌啊，我邀请了，我邀请了，才来的，快快快快快快，我都要邀请了，我都要邀请了，啊，杰克进来了，繁星进来了，阿基进来了，好了，出发了，买个护甲，买个护甲 ，OK， 好了。OK， 对线离场。哎呀，我查一下好了，贝克女士的任务。这种将一总会啊。又想喝。Jim 不该走了。像加权一样。没错，虽然。虽然我是有很棒的腹肌和体态，但我也丢脸丢掉家了。丢掉家。然后，哦，然后我刚刚，我现在在爬稳啊，啊，那我看，你看 General， 哦 ，General 哭死，哇，我这么多东西啊，对啊，昨天的，啊，昨天的，哦，哇，免费的护甲跟零食哎。哇，好多哦！其实还好啊，下面的那些，就假如你还没有120等的话，你直接拿这个就直接有获得机枪。可是，嗯，你不能买子弹啊。是啦。因为当时就是我没有满啊，然后但是有拿到，没有拿到啦，别人拿到。嗯，但他说子弹射完就没了。他怎么突然变英文了？对啊，他不是应该讲中文吗？哇哇哇哇！我们这一格任务什么？就对线离场。他的任务内容是什么？老实说，我们刚才没有认真的在看。嗯，就是有一个人跑进来，然后被人家赶出去。然后说：“哦，我们好冷血哦，好冷血哦！”都不喝香槟。哦，旁边是要坐那台车子啊？车不见了，他去上车了。注意哦，车手来了。车手好，好滑哦！这台车怎么那么滑？你油门一下踩太大力了啦！哦，是是是，没有一下子直接踩到底的。对啊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甩尾，甩不过去。再甩，哎呦，哎，车都坏了。哎，错了错了错了，想去哪？哦，后面好通风哦。哎呦，凉啊。怕你们后面太热，帮你们打个通风。哦，对。
那我这里要通风一下。自己打破的。那边我也帮你通风一下。哎、欸，那边没办法帮你。前面的你前面的你可能要想办法用撞的、啊。我哦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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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，你还好，来车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窗户都破了。他说敲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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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刚说看到前面有人走出去、啊，红点然后不见了，对啊，对啊，跑掉了，应该是不小心惹到路人吧？悄悄干掉，要怎么悄悄干掉？我说没有搞，狙击吗？用狙的？我这边只有写说干掉他保镖耶，我没有说悄悄。哎，干掉，哎、欸，我变干掉了、欸，还是原本是用狙击，跟之前那个有些差事一样。哦，没有，我慢慢狙，没关系啊。啊，视觉拍到了，拍到了，去打啦。打啦，还是打一打？那我要下车了。哎呦，我怎么站出来了？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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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下来就只有我看到那个范围了，对不对？是他已经那个了，警报响了。我没看到哎、欸。他前面灯不是响了吗？红红的。你想，刚刚被那个监视器看到了。哦。干光光吗？监视器在哪里啊？这里。反正你刚刚在监视器的前面。啊，打掉了。是他好像还是可以继续悄悄的打、欸，对啊，好像还是可以继续悄悄。有一次在那边开来开去啊，这边有吗？哦，这里有，这个里有监视器，打掉。那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在哪里啊？尸体被保全监视器拍到啊！被看到了，不要这时候打电话过来，谁啊？低能啊！保镖来了，后面有直升机哦。哇，出来好多人哦！哎呦哎呦哎呦，直升机！哎呦妈的，阿纪，很多人哦，看到了。好，直升机解决。哎呦！哦，又来直升机。哎、欸。哎呦！还有一台，还有一台。我是不是快死掉了？我快死掉了！撑住啊！撑住啊！结果，我要躲起来了。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反正现在就大开杀戒了。大开杀戒，精干了。我死了。我们的退路上面有车，一堆车。是要抢那台车吗？这台车不能进去！哦哦哦哦哦！直升机，直升机，慢点，直升机，慢点！我死了！哇，直升机！我靠！他飞弹哎！我直接被直升机轰死！哇、哦！我直升机超可怕哎、欸！看来真的要悄悄，这里要真的悄悄了。嗯，来，等下监视器先啊。嗯嗯，我还没买。哇哇，你们都按那么快哦？嗯，我就想说，page up， 就你。还是现在是要悄悄还是要硬干呢？悄悄吧，悄悄硬干的话会多很多人。悄悄。所以要悄悄，先瞄准监视器，这里吗？哦，那你们先一个瞄监视器嘛，一个瞄人这样子。我先这个监视器可，监视器可以先打，这里。哎、欸，不行啦，要起来，要起来！哎呦，
想了吗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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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想没想。这两个人刚跳过来，不知道有没有大叫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太前面哦，有一个、哦，有一个在树丛那边。啊，我没看到，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了，他低低头。哦，你是不是？呀，我们消音，等一下，我们消音，我们消音，我们消音。哇，啊，好吧，进来了，进来了。No！ 就说你的那个枪声怎么那么大声？这超大声的！对，它飞很快，要不要等一点？哦，上面有载人哦。好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啊！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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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哎呦！哎，为什么丢个感应式地雷有这么飘啊？感应式地雷？对啊，火箭吧，飞弹。感应式地雷啊！哎、欸，哪里射的啦？火、哦，那个飞机后面看不到哎、欸，反正后面有人，快死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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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用什么车？我靠！哦，哎、欸，射了吗？火箭弹不死了？哦，没事，偷偷来，不行，人太多了，真的偷偷来，真的偷偷来了，太可怕了。那三个就是三个出入口都会有人进来，嗯，被炸掉四次骷髅吗？你们都按好快，等一下看一下。它是有消音的吗？我拿了一把枪。好，试看啊。好，可以。我瞄监视器。我瞄右。杰克猎逃。我瞄左。还是。好。好。一二三。底下前面有一个。在哪里啊？我看到他了，来，我打掉了，哎、欸，被打了，打掉了，打掉了。就有些连在一起就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人在巡逻、啊？有个巡逻，虚哦，在对面那边。哎、欸，他转头了。右边的这条路监视器我瞄准了，插人了吗？对。人在哪？我看人在哪里。对啊。我看到了，好，一二三，谁在我前面？杰克，打掉了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杰克，你出发。这在右边草丛的那个要不要先打？右边草丛，哦，我在瞄，那边应该是一个而已，我直接瞄到就打掉吧。嗯，好，要走哪边？感觉这边不好走哎、欸，这边走左边吧，正常路，对吧、啊？走左边，走左边，正常路这边不好走。远的那一个我先打掉了。好，那个走路的。啊，等一下巡逻会看到。哎、欸，有个走过来了，那个开车的吗？那开车的吗？开车的吗？杀掉了 ，OK。可是他没有巡逻、哦，巡逻我刚刚就在那个开车的、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现在往那个监视器走，对。感觉要先把最外面车子这杰克，杰克断了，杰克断掉了。听到脏话声，那我打先打前面这个吗？
你要先打吗？这个应该没关系吧？好像不会被看到。好，抽烟哈，再抽嘛。那好了。然后远方那个人，我看到我瞄好了。左边的车票先打掉，因为车子，大家车子来了，车子来了。对啊，我刚是说那个 啊，那个车子，他外围还有一台车在绕、哦。对，我刚就讲这个，那杰克就杀了。哎、欸，是吗？等他吧。先重来吧，等杰克吧。好啊。嗯。杰克断了。超多哎、欸。哦吼！我在机枪的枪火炮火里面。哦。哎呀！杰克今天的网络好像不太稳哦。那就先出去。滑雪王美，把视讯拉最大，游戏拉最小。哦，王美嘛，她既可爱，她既美。没有，并没有。荒抽到荒还不错吧？不错啊。嗯，不是荒川哦。断线了，是荒哦。知道。我们出来等你了。嗯，我刚想说。这边有三个啊，怎么没有回我？无法进入游戏，我要整个游戏重开啊！我觉得你网络很惨哎、欸。对啊，最近又这样了哦。昨天也是啊，昨天播到一半就断了。搬家了，该换网络了。搬家换网络了，搬了，直接搬到中华电信旁边这样子，最快。有问题直接去敲门。这时候就是要阴阳师。然后我一直在阴阳师啊。好哦。我一直在打结界，他们结界都放得好强，我打不过。马二基一是结界，你是打几等的、啊？就一直打，我没有特别去刷，把等级刷低啊。哦，因为昨天看到人台上说建议在就是把等级压低，刷57等的，那边都是满勋章的。嗯，没有特别去刷，就你一直故意失败，失败然后刷新，他就等级变低。嗯。在，哎呦，在公开战局，战局。嗯，我先到单人，等我一下。觉醒有了，干起来！跟团团一样氪999，没办法，我没有钱。你们多看我影片，我才有钱，我才有办法氪。我没有钱。嗯，我现在氪不起了。多去看我的影片，这样就有钱了。快去看。每个都看一下，每个都看一下，广告不要跳。哎。怎么在天上飞这么久？真的，都已经看到灯打开了，还不降落？真的啦，我最近真的 YouTube 收益很惨啦，真的啦。Yeah， 降落，还多去看看啦。真的啦。我要哈基，因为你在公司单人了吗？不对，我在，你们可以过来了。下来了。对，应该可以不用去买护甲吧？我刚刚好像都没吃护甲。嗯，嗯，哇，中到！
这也太可爱了吧。嗯，我想到在等的时候看到一个东西。看到啥？你照镜子啊、哦、活了。哎呦，很会撩。不是，他说可爱的是你啊。那个你看，你又天哪，好创意哦，就那种。我去年圣诞节有看到啊，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刚好有一个收鞋子的位置，它就变成一朵花。法连字战局换我了吗？我看他进进来了、嗯。对啊，进来了，大家都进来了。加入有需要买护甲或者什么的吗？赶快去买一买哦。嗯，这我觉得我的地堡是不是都停滞啦、啊？我都直接给他买那个什么有物料啊？你有没有挂在线上啊？有，就是我们通常都在线上不是吗？对啊，你要等原物料送进来之后，你才能去进差事哦。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抢劫前置不是都在公开菜？公开战局，对啊，这么久他都没送到。你要看你原物料到家了没啊？哦，就是不能离开这里就是了。可以离开，但是你要确认有没有原物料而已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不行啊，我换我去找。哎、欸，不用了、欸，好了，我飞了。肯定要去找富兰克林了吗？没有，富兰克林不用找了，不用找。富兰克林，富兰克三颗可以，富兰克林无法加入不存在的公开战局。傻小，我不要啊！我要再飞了。进来了，看来真的要去找富兰克林了。富兰克尔必斯。然后最近我又回去喝一下克尔必斯，好喝。克尔必斯，很久没去喝了。你是因为听了马尔济斯，所以想喝科尔必斯？对啊，好、欸，白白的，就是你喝它，马尔济斯数量越来越少了。每喝了一罐科尔必斯，就会少了一只马尔济斯。那制造科尔必斯的人挺可恶的。没啊，有需求才有供给呀、啊。也是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说每一罐科比斯都是有灵魂跟生命的，都是由马尔济斯生产而成的。好可怕、哦、好可怕哦。有阴阳眼的走在橱窗前面都看到一堆马尔济斯的灵，那个狗狗在游荡。你可以去那个啊，动物收容所啊，跟他们要买那个科尔必斯带回家，带些科尔必斯回家。哦，我的交易正常了。哦，然后现在换繁星有问题了。对，小坦克哦，坦克可以改成雷射枪哦。对啊，我刚刚可以，我刚刚去看一下有，好酷哦、很多种哦。啊，好酷哦！买了啦，是不是该存钱买了？真的，我还差100多万。地堡，又要个地堡了，又要再开了。真的又要开始挂网了。然后每次说地堡加倍的时候，哦、好烂哦。AC 六级可以给我吗？你身上的钱。六级。这好可爱哦！好耶！请回到 GTA 5，没问题。存起来。怎么了？没有，等一下你看到我就知道了。你说好可爱，又看到你。你说你自己可爱。对啊。他是很可爱，啊、他可爱萌、啊。怎么了吗？他一直都很可爱啊，你一直都很可爱。笑得好，是啊，好恐怖哦！笑得好猥琐哦！
你可不要那么淫荡啊！你怎么了？没有，你等下看就知道了，等下看就知道了。你们在哪里啊？在赌场前面啊。你现在可以戴帽子，戴帽子吗？